酵母的，如果你用普通面粉的话就要加一点酵母粉。对，把它搅拌到这种稀泥浓稠的状态就可以了，盖上盖子，夏天的话醒发个半小时差不多。哇，搅拌一下给它排气，随便找个什么容器边边角角都刷上油，你家的盆啊碗啊都可以，上面摆上红枣，再静止下发几，学会了吗？赶紧回家做去。一勺红糖，一碗温水，搅匀化开质量自发面粉，搅拌成浓稠糊状，加红枣碎，搅拌上劲，甜蓬松有嚼劲，比馒头。搅匀一下，扣盖煮30分钟，焖10分钟，蘸抹爆香，放虾仁煎蛋，注入开水锁住营养。如果你家还有土豆，像我这样做简单又好吃，土豆淋入料汁，香辣爽脆，太好吃了。准备一杯豌豆淀粉，用同样大小的杯子兑6杯黄瓜汁，先搅匀。